我们所有的皮带都是可以通过这边的按钮进行那个调整。这边我们所有的光源都是可以根据要求进行调整，这边就是一条的。然后这边所有的传输结构都是可以根据瓦楞箱的厚度，然后调整皮带之间的间隙。这是一个梯配结构，这是我们为梯配做的一些特殊的设计。然后手指这边我们是这边是可以根据产品的长度、厚度，然后做一些很快速的一些调整。